是一名植保无人机飞手，从事植保作业已经有半年时间。我的每天的主要工作是给南瓜和玉米打药。以前我就很关注植保无人机，但是学习飞行和操控很困难，需要很小心的去飞行。在试用了 MG-1S 以后，我发现这是一台很智能的植保无人机，它让作业变得更简单。每次作业前，拿着遥控器绕着农田走一圈，就能直接规划好航线，下次作业时直接调用数据就可以了。设置好喷洒参数和作业模式，上传到植保无人机以后，就能开始自动作业。操作简单，而且效率很高，我们一天能完成400-500亩的作业。有的田块不平整，手动调整高度很难，经常会喷洒不均匀。 MG-1S 配备了3台雷达，飞的时候可以自动定高，完全不用担心掉高影响喷洒质量。最终的喷洒效果是最重要的。 MG-1S 配备了双水泵，可以分别控制前后两对喷头，比 MG-1 的喷洒精度更高。喷洒速度和飞行速度是联动的，飞行速度不稳定的时候也能做到均匀的喷洒，不会烧秒，也不会漏喷。对于植保队来说，飞机一定要便于维护和修理。 MG-1S 进行了结构的优化，很多部件都可以拆分，需要修理的话很便捷，成本也低了不少。现在有了无人机打药，给我们农民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。以前像我们这块地，一个工人一天才打4亩，现在有了无人机，2分钟就可以搞定。无人机打药喷洒均匀，效果很好，玉米叶子的背面、茎部都可以喷到。以后有紧急的病虫灾害，就不再担心没有工人给我们喷药了。一年以来，我们的植保队由3个人增长到30多个人，现在我们有20多架无人机在附近的村镇同时作业。 MG-1S 配备的大疆农业管理平台提供了整套的管理方案，打开平台就能实时查看每台飞机的状态和作业进度，可以直接统计工作量进行结算，还能把已经规划的任务指派给飞手，节约了很多测绘的时间。有这个平台以后，我们的工作更有条理，更方便，效率提高了很多。大疆无人机植保解决方案给我很大的信心，今年我要扩张无人机植保业务，为更多的农户服务。